讲是环保气球，我们在其他歌的里面哈，它带会自动消失。每一颗气球代表每个人的心愿，他们许愿他的愿望，对方仰望的天空，就跟我们庄老师的艺术品是一样的，仰望的天空。那我们七位七位前辈人哈，我们就在前面做个合影留念。